这一双电子人的双眼，高挺的鼻子，翘唇，还有厚实的下巴，这不就是韩国的花美男吗？现在说他像是 Super Junior 的成员都没问题，但是以前路人看到他都要说 sorry 啦。短短半年的期间， Justin 眼睛变大了，以前的眯眯眼不见了，鼻子变挺了，以前的塌鼻子也不见了，外翻的嘴唇不见了，现在只有翘嘴唇，下巴也有了角度，为了爱美他的五官都动了手脚。我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？整了一次还不够，上瘾了，一整再整，把五官拆开来看，眼睛不就是吴彦祖的吗？鼻子下巴哎呦哎呦，跟周杰伦有兄弟脸。别看他现在这么帅，但是刚刚整完的时候 Justin 大哭了一场。鼻子真的差很多，你一开始做完的时候是整个就是看起来就是阿凡达。恢复期还以为自己变成了阿凡达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，花了十几万元换得完美的脸还有女人缘。医师说现在像 Justin 这样的男生可多了，男生也会注重自己的外表、因为以前我们会发现说女性外表很好看的时候好像在求职啦、工作上都很顺利。整脸不够还要整胸肌八块肌，下回摸摸男友老公紧实的腹肌，别以为是健身的功效，说不定是医师的杰作。记者